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Milan Design Week for you, and why join Guangzhou Design Week European Ceremony? 我觉得米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 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和技术的一个中心。那我们瓦瑟系统门窗之所以要参加这一场活动，其实我们也筹备了很久，大概两三年。而且呢，我们是跟 BDA 包豪斯，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一起来共同举办这一次活动。那因为我们瓦瑟系统门窗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偏国际化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供应链体系都是来自于欧洲和德国，所以呢，我们 希望通过这一次米兰活动来展示一下我们瓦瑟系统门窗的设计以及我们的产品特色，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场活动当中去学习一下。谢谢。 What are the strategies of your company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y new plan to share? 我们瓦瑟系统门窗其实是已经有深耕了，我们集团已经深耕了20多年了。那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国际市场，是因为我们所有当初在打造这个门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想着以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技术、 最高的这种产品服务力的标准去打造我们这个品牌。那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不管是从产品的功能性，还是从设计去我们去做一个研发和去做一个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都觉得其实米兰这个城市是我们特别喜爱的一个城市，也是整个设计的一个中心。那我们的产品主要它也是针对于设计师这个群体去做纯定制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 这场活动和米兰的这一次，去向全世界去发布我们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品牌。那未来我们也会在世界各地去建工厂，以及去建一些代理公司，去展示我们的产品它的特性，它在空间当中使用的设计感和美感。这个就是未来几年我们要去做的工作。同时呢，我们瓦瑟系统门窗还会持续支持中国设计走向世界。觉得设计它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能让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好。谢谢。Grazie.